啊，起床了，我还跟我的好朋友约了伴呢。嘿嘿，乔治没醒。鸡鸡，你要去哪呀？啊？姐姐，你怎么今天一大早就起来呢？你要去哪儿？也带我去嘛，好不好？不行啊，今天我的好朋友要来我们家里玩，你必须在这里好好待着。哼，不然我的好朋友来了，我可不跟你玩啦。那好吧。叮咚，叮咚。啊，我的好朋友苏西来了，我要赶紧下去。佩奇，你在家吗？我是苏西呀。来了来了，把门开开，进来吧，苏西。好的，苏西，我们去卧室玩吧，我卧室里很多小玩具，走吧。好的。哇，佩奇，你的玩具有好多啊！哎，乔治也在那，邀请他一起玩吧。嘿嘿，不行，乔治还太小，不能加入我们大女孩子的游戏哦。嘿嘿，哦，那好吧，那就我俩玩吧。嘿嘿，哼，你们不和我玩，我自己去玩，我要去这儿童门玩。哼。忘记拿我的小恐龙了，哇！真是，咦，那爱德蒙在那儿哎，真，爱德蒙，我能和你一起玩吗？我姐姐不要我和他玩。好的，乔治，你快上来吧，我还准备了一些小蛋糕呢，一起吃吧。爱德蒙，你看我带了我的玩具小恐龙呢，我们一起玩吧。乔治，我们一起坐着吃小蛋糕吧。好耶！我要把我的玩具恐龙先放在这儿一下，坐着去吃蛋糕啦。哇，好漂亮的蛋糕呀！今天好开心呀！